这是干嘛？拿着。不用。也许路上用得着，先拿着。哎，你先拿着，以后有钱了再还我。 往前一里路，你们就下车吧。啊？不是一起吗？他办他的事儿，我办我的事儿。你是跟着我，还是跟他？我当然跟我山哥走了。哎，果汁。
隊長。隊長だ。残りの奴を探し出せ。はい。おい。行け。山哥啊，要不你们在这下车吧。赵老板，再见。快点儿。哎，你和大燕先在边上等我，我和子兰说两句。啊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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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走了，你回去跟村上怎么说？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打算好了。这次出城的理由是给村上夫人买叶山参。回去以后我就跟他说，你跟着采参的时候，不小心掉下悬崖了。又是掉下悬崖？那你想个辙呀？想不出办法就闭嘴，赶紧滚蛋！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这几天的帮忙。我代表抗联的全体同志，谢谢你。我也得谢谢你，让我起码有了几天家的感觉。虽然是假的，而且麻烦不断。那我们走了。还有，还想麻烦你，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要泄露了我们的身份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给自己找事儿的。愿你一切顺利。咱们也赶紧走吧，山哥，我们走吧。孩子，受委屈了，都哭了半晌午了，饿不饿呀？赵大江这个瘪犊子，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，当初就不应该答应赵子兰。孩子，别怕，等你爹回来，让你爹带着你去教训他。敢打我的女儿，让你爹打断他的腿。别去，我不想再回去了。孩子呀，我自己生自己养，那哪行啊！娘，你就甭管了啊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哎呀，别看了，看啥呀？走都走了。山哥啊，咱这次干啥去啊？神神秘秘的啊？去几天？啥时候回？大燕，我正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们这次出门呢，是要去帮助一个特殊的朋友。可这个朋友，这日本人不喜欢，所以有点危险，而且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。要不，你回去？我不。
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不是，大燕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去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而且又脏又吃不饱饭。你这样的地方，你愿意去？啊，山哥，你这哪是找朋友啊？你要上山当柳子呀？哎呀，这个我熟啊。山哥，这样，你直接起杆子，我给你做平头子。 快腿，会做饭，勉强当个顺天梁吧。你看咋样？谁跟你说我要当土匪的？你不当土匪，当抗联呢？除了这俩，我还真不知道哪个行当是随时会丧命还吃不饱饭的。行了，你别问了。总之，我们就是不能带你去。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又想甩了我？哎呀！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 行行行，你爱跟着你就跟着吧，啊！小三头，俺这都是拜托，俺这都是为啥？ 通常死の谷だ。命が惜しくないらしい。この道を行くと。こっちが大日本帝国を代表する村だ。大樹村だ。俺の判断が間違ってないなら、奴らはこの村に逃げ込んだ。直ちに村に入る。村長を見つけ、村人を全て広場に集合させろ。はい！ 行，快进屋啊！大爷，这不妥吧？说什么呢？快进屋。 快走！走，大娘，你看谁来了？孙队长，你们都还活着？大娘，哎，太好了！大娘，你还好吧？好，好。大娘啊，他们是不是鬼子？ 追击咱们村来的，他一会儿躲进咱家的地窖，你快把上面的东西收拾收拾。大爷，我知道了。大爷，这可不行，这样的话会连累你们的呀。哎呀，连累什么连累呀？这里是鬼子的模范村，只要找不到你们的人，他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。可是，大爷，这，哎呀，可是什么呀？啊，你们是抗联的火种，你。 你叫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！快呀，下地道吧！快呀！好吧。各家客户注意喽！各家客户注意喽！到大树底下集合！快呀，快下去！小燕，把翠花先扶下去，她在这儿不安全。好，走。 大把手，来，走，快！
开门！谁呀？谁呀？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开门？哎呀，王军，我们老两口子上岁数了，耳朵背，听不着，听不着。哎，是不是唱在你们这儿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王军，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，你给我们个胆儿，我们也不敢藏啊。你叫这个，这个。哎，好好好，马上去。好，喂，好好好，马上去啊，走。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，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有一伙刘寸的坑人在这附近消失了。这里是距离玉泉山最近的村子。我会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把他们给藏起来。如果现在把人交出来，我会给他大大的奖金。如果不交，我会每一分钟杀一个人。哎，山哥，你上我虎山呢？是啊。不是，你上我虎山干啥呀？你别吓唬我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座山虎他们都已经被灭了。哎，你救朋友，你咋不找日本人呢？你朋友干啥的呀？哎呀，你别问了。宁。哎呦，哎呦，咋了？不行了，我闹肚子，我要上茅房。啊，别过来啊！你俩都别过来，等我。啊。南宁上磨屎尿多。哎，山哥。哎呀，好好说话。说嘛，你那朋友在哪儿呢？在那个。我算是跑出来了，他咋办呀？队长，咱不能就这么死等着吧，这得等到啥时候啊？先别着急，听大叔的，看看情况再说。马老板，哎呦，我没带草纸，给我送两张过来。这么麻烦？哎呀，造房你咋那么麻烦呢？随便弄俩草叶子。快点，快点，草纸。啊，石头也行。哎，行行行行，行了，我给你拿过去，等着我。拿着。一会儿就回来啊！快点啊，山哥！快点，快点！走吧，村长，你们可是满洲国的模范者，但是今天你不配合。我们村子里真的没有抗联，求求你手下留情，我们攒着点家当不容易。是你的家当重要，还是我做抗联重要？抗联是破坏大东亚工人的坏人，你们有义务协助抓住他们。只有这样，你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明白吧？明白。强哥，你好了没啊？强哥，强哥，你要再不出来，我过去了啊！强哥。我就说嘛，藏的多好，嚯，藏了不少啊。是啊，哎，快点儿，这些宝贝咱先别都带上。啊，那就扔这儿。这粮食是我从土匪嘴里面挤出来的，枪都是我一把把冒死捡回来的，就这么不要了？我什么时候说不要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想办法找到抗联小分队，和他们取得联系。
如果把这些家伙都带上的话，会影响我们的行动，这不利于我们找到抗联小分队。啊，放回去。你说的也对。那这样，枪咱俩一人一把，行吧？子弹我都拿上。子弹行，都带上，以防万一。拿驳壳枪。来，子弹。行行行，带上。嚯，还有这个呢，可以啊。还有一些宝贝呢。粮食怎么办？粮食咱们带一天的口粮，如果没有取得联系的话，大不了再折回来，补充粮食。行。时间到。鬼子鬼鬼杀人了，马场上出事了，不能再等了，咱们必须出去。对，村长，下一个是谁？你们可以自己选择。啊。这么可惜的一条年轻生命啊！小日本，我跟你拼了！他爹，他爹，他爹！爹！好像是大树村方向，是不是队长他们和小鬼子交上火了？大树村，啊，翠花家不就是大树村的吗？赵子兰也在，走，走。哎，几人，拿吉祥给我扫开。在这里好好待着，千万别出去。
你别过来啊！过来！你别过来！过来过来！事儿的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，魏呢？姐在呢。翠花，不哭了啊！你放心，这个仇，姐一定会替你报的。翠花，就带你回家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，翠花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还有事的，坚持住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坚持住，翠花，一定要坚持住。别再管我了，姐。翠花，翠花，拉上我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妹妹。翠花，姐在呢。Thank you.
听见了吗？好像是武大鸭的声音。武大鸭，没时间管他了，快进村。日本人太多了，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。长官，请人，想办法迂回过去，朝小鬼子定眼去。小鬼子拼了！是。干嘛一直等？你给，哦。谁呀？二天，
你咋来了？这个傻子在村里面跟日本人交上火了，拿去支援他。这里交给我和特派员。特派员？一会儿再说，一会儿打完这仗，咱们在村外的密林会合。特派员在哈城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咱们。好。赵老板的车，走过去，走。车里没人，得赶快找到他。他孤身一人，要是被鬼子发现就惨了。咱不说好先和队长他们会合的吗？先找人。他妈给你留的，想给你真心。紫兰，紫兰，紫兰，回城。听这个枪声，看来同志们已经安全了。回城。中散去的硝烟，红着
等风来呼唤你快回来，当你在我生命里重现，能你展开温暖的背。等你展开温暖的背。